么是简战备？今天他来了。简战备顾名思义，就是用来吸收路面碎震用的器材。强力的吸盘可以吸附于任何车型和各种复杂曲面，安装角度灵活，搭配高强度系数弹簧和阻尼抑压补偿，在瞬间冲击下可稳固摄影机，降低振幅，提升车拍稳定性，拍出流畅平滑的画面。不止如此，它还可以用外接电源向稳定器云台供电，达到车内远端控制、监看、跟焦。这样你学会了吗？